反复反应方式妨碍房东仿佛放松飞废话肥皂反复这种病容易反复一定要小心反应你说得太快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跟他沟通妨碍抱歉我是不是妨碍到你了房东我得去趟银行房东催我交房租呢仿佛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放松我们去海边放松几天怎么样飞在家庭问题上是和非有时候很难判断废话开会就是开会不能讲废话肥皂我还是喜欢用肥皂不太习惯用洗手液